空间呢，扣掉公共设施，其实室内实际坪数是只有12坪，而且据说买这个房子的屋主跟疫情有关啊。对，其实屋主他本身就是家人啊，女儿都住美国，然后他平常的工作其实也都是在亚洲会坐飞机飞来飞去，因为做生意的需要，然后只是说最近疫情，他可能稍微有点时间可以在台湾待久一点，所以他就刚好跟朋友就去逛逛房子，然后结果呢看到这间其实他还蛮喜欢的，所以呢就决定在这边做一个机能比较完整的可以居住的空间。没有错，机能完整非常重要，因为12坪这样的小坪数呢，现在非常夯。不过如果没有好好设计，整个空间会觉得有点狭隘。所以嘉文，你帮他设计了很多弹性的空间在里面。对，其实这个案子，因为它里面只有12坪，那以一般建商的习惯，他们这样的坪数通常是做一房。对。对，通常做一房，那其实也现在很多屋主他会觉得，其实两房它比较弹性大，比较好用。那会遇到一个问题，除非你是买边间，不然以坪数不大房子，它常常都是单面采光。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希望可以做到光线跟这个空气流通的分享。那今天这个案子呢，屋主他一开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说可以有两房。它使用上可以比较多活性，对，然后再来呢，它其实收纳需求还蛮高的，所以我们希望收纳要尽量多做一点。然后呢，它要一个有弹性的餐厅区，然后要有一个有开放感的厨房，然后当然希望建商原来配的厨具啦、卫浴设备尽量能够不要浪费的，我们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些通通满足，然后光线跟空调都要分享。这样讲下来呢，你是不是觉得条件对设计师来讲太苛刻了呢？可是对于我们屋主来说呢，真的是所有屋主的心声，我们就是想要这样。那这个房子我知道呢，它原本是新古屋，前屋主他已经做了客变。对，这个房子它是全新的，但是因为前一手在买的时候它有做了局部的变更，那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其实它的厨房跟卫浴占的空间还蛮大的。对，那如果我们今天希望这个空间是两房的话，它需要再做一些分享，所以格局上呢，我们就有针对这个厨房的墙面做一些调整。哎，什么意思？所以你把隔间取消了吗？其实我们只把它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切割，就可以完成今天屋主想要的。哇，这真的是，你知道呢，其实两房的空间呢，现在大家真的非常喜欢，可是最后会没有办法下手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采光进不来，或只有单面采光。今天呢，嘉文就要告诉我们怎么打破这个制式的迷思，把光呢还有通风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先从呢入门的玄关来讲起，好不好？好，其实屋主因为他常常需要旅游，然后呢他家里的收纳也蛮多的，所以他希望一进门的时候除了鞋子之外，还要可以挂外套，对，然后放包包，还有一些杂物的收纳，近期可能的抽屉也要多，所以光是玄关一进来我们就做了8个抽屉。哇，左右两摞8个抽屉啊。对，哇，那像左侧的柜子一搬进来的时候，我们希望它就是可以放鞋子比较方便，那下端呢我们留一个开口，就是可以放拖鞋，或者是你没有马上要放进鞋柜鞋，让它透透气，对，就可以留一个高度。然后再来比较特别是，其实鞋柜的深度比较浅，大概40公分。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挂外套，大概要60公分。那不行哎。对，因为如果整座都做到60的时候，玄关就会有点紧，太凸了。对，所以呢，刚好它有一个转角的空间，所以我就建议屋主把这个门转向。它可以保留深度，可是宽度还是可以在原来的鞋柜做一直线。那转角柜很适合做这样的设计，就会很好用。对，那另外一侧呢？另外一侧我们是希望屋主可以有很多弹性的收纳空间，然后因为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它这个柜子里面它会有电箱，所以我们希望它的高度是刚好可以吻合电箱，于是我们就把上下段稍微做一个切割。那下面呢我们就主要就是做它的一个隐藏桌，然后加上抽屉的收纳。上层隐藏桌的似曾相识，不就是刚刚我们在这边喝茶的那个隐藏桌？对，它就是一个灵活的餐厅。那上面我们的收纳全部都是做层板式的收纳，然后全部是活动的，所以它可以调节自己希望的高度，那收纳东西的活度就很高。是，而且呢，你看到好多的抽屉可以分门别类摆自己的杂物，对不对？对，然后这边柜子设计上其实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是用系统柜。
是哦，对，但是在门板的挑选上，屋主他其实希望这个房子有一点美式的感觉。对，他怎么可以门板可以做成这样？所以我们建议他就把门板换成成型门板。哦，所以成型门板他第一个就是他在工厂制作，到现场只要组装，所以他很干净，然后他很快速，然后再来它是吻合系统柜的规格，对，所以它做起来就是也相对比定制家具还要划算。哇，那再来呢，进到里头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采光的问题，因为呢原本客厅其实是没有光的，你把光都给两个房间了。应该说原来建商他只设计一个房间，所以客厅就会有正常的采光。可是因为屋主他希望女儿如果回台湾的时候有自己的空间，在这边也舒服一点，然后当然多一个备用储藏的空间，所以呢我们多设一个房间的时候，当然也希望房间本身可以通风。对对，所以我们就做了一道有光线的墙，然后让这个光线可以从女儿房间透到客厅，然后女儿开门的位置刚好跟她的窗是对，所以当女儿门打开的时候，哇，阳光拥抱着我，对，落地窗的光线跟空气也可以进来，是，那这样就可以达到它客厅有通风有采光，但是却多一房的功能。哎，对耶，那嘉文，如果呢我想要原本采光不好的空间，想要引另外的房间过来，有什么撇步？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第一个就是可能是隔间不要做到顶，就像这个个案，我们就可以做一半，然后上面可以做你喜欢的造型，可以做采光或玻璃。那如果你很重视隔音的人，甚至于可以做玻璃砖。哦，然后像这边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希望它可以透光，可是不要透明。然后当然希望屋主可以省一点费用，不要多花太多工法的钱。所以我们这边建议他选的这个玻璃本身就是已经有附强化功能的雾面玻璃，因为这样的玻璃并不常见，所以如果观众喜欢，可以跟设计师讨论的时候，不一定要轻玻璃贴玻璃贴纸，也可以直接选有强化功能的雾面玻璃来做隔间。往往我们看到嘉文的作品呢都是现代比较简单的线条，不过呢这个屋主他特别喜欢美式，那当然就有很大量的线板，包括你看到这个窗框，然后还有整个天花板的造型。对，就是间接照明的部分也可以很精巧的做一些搭配，这样可以让小空间的质感再提升更多。是，然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这里所有的线条或者是门片系统柜都是白色。对，所以每个空间呢屋主可以照他的喜好再跳颜色。哦，对，我看到了。对，然后包括屋主他有收藏那个吉米的画作，所以他连框线都有开始搭配他家里原来就想要的那个回到家很温暖的感觉。对，那这样的设计也有一个好处，如果隔两三年三五年之后你想要换一个心情，其实这些固定的装修不用动，光是墙壁的颜色改掉，整个家的感觉就跟着不同。我们先前有说，其实这个空间原本是新古屋，前屋主已经做了客变，所以呢整个进来会发现到它的厨房这堵墙呢其实是整个封闭的，那看起来空间就比较狭隘了，你帮它做了什么改变？因为这个视线需要拉伸才会让空间比较开阔，对，所以一开始屋主他其实最介意的也不是深度，他最介意是要先进到厨房才到厕所。对，这个动线有一点情绪上有一点怪怪的。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讨论就是这道墙如果可以把它打开，然后呢空间就可以共享是在客厅的一部分。对，所以你这个动线走来走去的时候，你不会有那种先到厨房才进厕所的感觉。那当然实际上它的用途是很多的，第一个虽然我们的这套厨具呢它的配置是很高级耶，对，它原配置非常的好，那我们是少了一小段，可是呢换得了很多。第一个我们让它多了一个用餐的台面。哦，对，矮的这个台面。对，那矮台面这边又多了一个电器柜，可以放它的电磁炉跟微波炉。那要多了第二个台面，是有点类似吧台的高度，吧台的高的这个台面。对，那因为我们把墙壁截了一段，这个伤口刚好可以用这个吧台台面封起来，对，把它收起来。然后呢，它同时也是我们电视墙的一个界限，所以这边还有一个功能，它这道墙留下来可以挂电视。哦，真的，而且电视柜你怎么可以做的那么迷你啊？因为它的深度吃太多，有时候你在动线走路的时候会有点卡，会抠掉。对，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它可用空间里尽量做到最小化，让它空间放大。那现在很多看影片都是机上盒或者是手机，对啊，所以大概其实十多公分的这个柜子就已经可以放很多机具。那主要就是你的网路线、电话线跟插座要留够，然后让它通讯设备可以随着更新都有这个空间可以使用的话，机柜不用很大。然后再来就是它可以加深
市井多了一倍，如果墙壁是原来的这个空间的话，它有点压迫，可是一旦通透之后它就可以共享，然后它也可以留用它原来喜欢的大冰箱，甚至有一些分类、垃圾分类的空间。听到这里呢，你要仔细想想哦，其实嘉文只是把厨具呢牺牲了一段，它却换来了四大功能，有吧台，有用餐桌，有电视柜，以及穿透感。对，太神奇了吧。然后我们其实也希望原来建商送的东西不要浪费，所以原来的瓷砖我们并不准备说要把它打掉，然后厨具拆掉再拆墙。对啊，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只是截了一部分的这个厨具就整个柜体把它取下来，取下来之后呢，墙壁的伤口也只就取下来这一段，做了一个厚度薄薄的大概1公分左右，然后让它有一个断色。那其实空间剩下的原来的瓷砖、防水、原来的橱柜都不用动到，那相对屋主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然后做太大的工程。这个房子其实比较特别，是前一任屋主他在变更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地面的插座、地面的出现。那因为我们格局在最后交屋之后有做异动，所以这些地面插座会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遮翳。那在这里设计上就必须要把全部的地板换掉。所以呢，我很建议各位观众，如果你家里要客变的时候，如果能够不要做地面凸起的插座，在将来交屋之后还是有一些设计上的弹性可以变更，不用多花钱再去换地板。那这个房子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它其实有拆除墙面，然后地板也拆除，然后它又做了厨具的拆装，然后呢它又做了格局，然后又做了系统柜，所以整个工程含吊顶式空调总共是做了30天。这个工程时间之所以可以这么精简，主要就是我们在切墙时候的这个计算，切下去的伤口不是太大，而且呢在做这个伤口修饰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用比较快速简易的方式，然后再加上系统柜的搭配，所以让整个施工的时间变得缩短很多，然后也顺利完成这个屋主想要赶快可以入住的想法。12坪竟然规划了2房，我想大家跟我一样都很想知道嘉文到底施展了什么魔法。这个进到女儿房的时候呢，我希望它可以跟这个采光墙有一致性的造型之外，我又希望可以放大，然后又要保有一些隐私，所以我就把它的门片是做镜面的设计。对，因为它可以有跟客厅一样的隔线，对，但是它又可以加大空间感，然后呢它又可以全遮蔽。然后因为我们的采光墙需要让光线跟空气可以流通，所以我让比较低矮的床座是设计在墙的另外一侧，然后才是它的梳妆台、衣柜，所以就是从低到高。所以我其实坐在客厅，我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家具在我视线里。对，它就可以有很大的穿透感，而且它的光线进来的光束会比较明确。然后再来就是收纳还是要很多，所以我们一样有这样小空间里，它的床座是可以收纳的，然后它一样有书桌间、梳妆台，然后一样有衣柜，然后还有很大的这个转环空间可以使用。哎，真的看起来呢非常大，而且是很舒服。颜色我发现呢，你也用了一个比较深的油漆的颜色。因为女儿她住美国，所以她对于这个设计的东西，她可以比较大胆一点，所以颜色呢，它可以用比较重一点的蓝色。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它这间房间很亮，对，所以你颜色深还是可以显得出空间，还是有它的绝对的感觉。是，然后再来就是，如果配上我们白色系统柜的这个门片啊，它会让它更有设计感。是，所以呼应到嘉文前面说呢，他跳了一个不同的颜色来表现每个空间不同的感觉。进到主卧室，我看到的是粉红色。对，那其实它的主卧房啊也很特别，因为它的四面墙里刚好是两个对角，对，一个对角我们就做了满满的收纳，那另外一个对角是窗，所以我们在对角窗的部分呢，我们就做了木窗的设计。那通常两窗啊是直角的时候，如果做一般的卷帘，它会有光缝漏进来，所以采光性会比较难控制。如果你想要好好睡觉，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全密，可是木窗可以完全阻绝这个问题。那一般的布帘它厚度比较厚，所以它会占据我们房间的尺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符合屋主喜欢的美式风格，又可以阻绝光线，又可以好调节，然后视线上呢比较有质感。那这边我就做设计的是木窗。哎，对耶，
然后它的床头跟它的衣柜呢，我们是做一整体的设计。那当然一样是做比较有质感的成型门板之外，它这一次的设计是在它的梳妆台的这个镜子，我们也是用系统的成型门板。可以这样？对，因为它的框料可以做同样颜色、同样质感，然后呢，可以跟整座是一体成型之外，当然它也不用多花太多预算去做这个镜面的设计。那该有的床头的上掀收纳、下掀收纳，我们一应俱全。所以我看到门片也是两个房间是不一样的。对，因为屋主他的主卧房进去的空间稍微紧一点，所以我们做滑门可以省他的推进的这个走道空间。是，所以呢，在寸土寸金的都会区，你可以看到嘉文把这样的小坪数呢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所以呢，现在你也有两房的需求，不要忘了赶快参考我们今天的这个设计个案。想欣赏更多刘嘉文设计师的作品，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